每天都很开心。要怎么保持每天开心？就是带这两个小孩，这两个小孩就会带来欢乐。他们很好笑吗？对，很好笑，是天天都好笑。对，只要你有带小孩就知道了。这个大环境来讲就是惨，我个人的话就是就两个字，就是开心。哦，真的、哦？对，因为我是带，没有受影响，没有受影响。对，为什么他没有反应啊？就是感谢我的小孩。对，让因为我是单亲妈妈，然后就是他让我们带来动力。对。对，有活下去的力量，不会有负能量。对，有的单亲妈妈会有负能量，就是我没有。你有什么感谢自己什么事情吗？感谢我自己很努力，每天煮美食给小孩吃。对，因为我只会煮美食，其他什么都没有太大的能力。对，拿手菜，我拿手菜就是卤肉。希望就是他上幼稚园，然后我能找到顺利找到工作。对，哦，现在还是带小孩，对，我会让他们在物质上不会那么的需求过大，对，我会让他们比较接近大自然，比较不用再消费的东西，对，大自然的东西不用再额外消费。那我跟他讲说去户外玩，垃圾也要带走，不可以留下来。我个人来讲的话，倒是有经历过一个事情啊，有一个算是老伯伯啊，他就是在公车上突然就是因为紧急刹车的关系有些跌倒，然后就协助他啊跟司机啊就送他们到医院这样子。有没有你自己觉得发生幸运的事情？其实我觉得任何事情看你从哪个角度去看呢，有一些事情。就是你如果往所谓的那个好的方向去思考的话，其实很多事情你都会觉得很幸运。你有什么一个字去形容2020吗？闷吧，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啊，就造成很多各行各业啊，或者每一个人的心情上负面吧。你自己也有受到影响？对对，本身是做旅游业的，是专门做国外的旅行团。像马来西亚、新加坡这一类的，对，那现在疫情关系都没有办法进来，就是希望疫情赶快过啦，然后就是大家的生活，包含我们自己的本业啊、收入啊各方面可以恢复正常嘛，对，这应该是最大的希望。刚开始觉得很困惑，碰到疫情的时候，到底要不要离开现在的工作？因为那时候减薪裁员，可是因为我的工作比较高阶，如果少了我可以多养两个人，所以那时候我选择离开，因为如果我不走，就是有两个人会走。我开始用不同的方式来生活啊。以前还在上班的时候，其实压力很大，常常会新陈代谢不好，睡不着觉，所以我需要做这些东西来减压。对，那后来就是离职之后，我反而觉得我有很多空闲的时间，因为生活需要生活费没有错，可是以前有存一点，所以我没有那么急。那就是我做这些减压之后，发现我可以不用在公司里面做 in house 的工作，对，我就开始转做接案，也在测试我自己，就是对于这个社会到底有没有用处，或者是我到底符不符合这个社会的需求。我觉得今年很幸运的是我的母亲今年没有住院，因为我的母亲年纪更大，70岁，对，她几乎每年都会进医院，为人子女就会要去照顾，要去花一些时间，当然也要花一些医疗费用。可是今年来说的话，我觉得我母亲把她自己照顾得很好，所以我们也可以过很好的日常的生活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是应该是蛮大的一个幸运。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可是你有家人持续5、6年、6、7年都住院，你会发现就是好像每年都要碰到这样的事情，你的工作、你的生活就会非常短，算是我今年觉得比较大的一个幸运。希望也分享给大家，就是健康真的就是福，而且活在当下。因为今年刚好有家人就是离开，就是会觉得他生命就是一个循环，就是个人跟整个世界其实都是一个循环。我觉得其实现在不太会，就是祈求自己不要有太剧烈的情绪起伏，就是可能因为某件事情很开心，或者是因为某件事情难过到振作不起来，就是不管是多开心或多难过的，就是让自己处于一个平衡的状态。
我觉得那个是对我来说是最好的状态，反而不是有一件多开心的事情。就是我希望自己还有大家在这一年的沉淀休息之后都可以有一个新的开始，不管是只是心情有不同的转变也好，就是一个新的开始了。